好吃。雪蒸红可不是大师傅教给浩然的呀，那就是浩然自己做出来的。天哪，他都把大师傅给比下去了，那我拿什么跟浩然比啊？来试试看，趁不趁手？大夫说了，只要是不太累，就可以下地拄着拐试试走动走动，试试气血，筋骨也可以恢复得快些。这是我做的。不怕一个人管不住长房，你得帮他一把。我陪你去厂房看看，你不用动手，你坐在大师傅的位置上就能稳住人心。你现在是以高家三小姐的身份跟我说话是吗？是东家要伙计上宫是吗？还轮不到你再使唤浩然。就算浩然是高家的伙计，他也不是铁打的，身体不舒服连休息几天也不行吗？凤仪，你别说话。这是你拿来的啊？这是诅咒。这是诅咒？你就认定浩然好不了了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咒我们浩然一辈子都瘸着腿是不是？你的心肠怎么这么坏？我告诉你，浩然的腿会好的，他还会活蹦乱跳的。你这个浑身带伤带磕的鬼孩子，你给我离浩然远一点。你还要听？凤仪，我要你给明月道歉，现在就说。浩然，你是在跟我说话？以后这种带丧带客的话绝对不许再说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？就是为了这个鬼孩子。凤仪，真是白疼你了。凤仪，不要去。不要去了。你现在去，只会是自找无趣的。可是，我们也不能让凤仪就这么走了呀。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，你现在去，他会给你难堪的。明月，不要再伤害自己了，好吗？可是，我们也不能让凤仪受到伤。是不是？倒霉，倒八辈子。
你离我远点，有多远离多远，有多远离多远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哎呦，小姐，你能不能轻点儿？啊，小姐，小姐，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坐吧坐吧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大人了，跟孩子计较？孩子，浩然还是孩子吗？虽然他是少爷，但是从小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。别说我没做错，就算是错了，他也不该给我脸色看呐。何况是为那么一个不相干的鬼丫头，他竟然那样的编排我。你是没看到，小姐，你没有看他当时那个脸色。幸亏他站不起来，他会冲回来给我两下子的。天知道我有多疼这个孩子，就差没为他把命搭上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小姐，我总算是懂了，懂了你这些年来的心痛。浩然那样对我，或像顾爷那样对你一样，他们都没有良心。从今往后，我要是再搭李楠两个后生，就让我倒着走路。面料没问题呀，炉火也没问题，一定是落了什么步骤。没有啊，要不然缺了一位材料。不是，都不是，会有办法的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。大海，要是实在想不出来就算了，少一样也不会影响生意的，千万别苦了自己。哎，都赖我，让你去跟别人学干什么呀？哎，你不是也有自己的独门偏方吗？桂花糕，浩然就是学不来的。于真呐，你就别安慰我了。我现在除了经验，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浩然相比的了。恐怕连小不怕都能赶上我了。哎，这太好笑了，林大海也不会做呀，被他那个徒弟给比了下去。不过啊，林大海那个手废了，那种废工的手艺是难为了他。阿尚，你去试试，吓吓林大海的面子，也给我露露脸，怎么样？怎么，你怕林大海？我怎么可能怕林大海呢？林大海，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那就去做呀。啊，但是这个我也不太会。什么？大小姐。您千万别发脾气，我现在是不会，但是我很快就会了，我一定会抢在林大海的前面，把它给做出来。这样，您就放120个星，这事儿啊，我自有办法。来，张师傅，我再敬你一杯。
哎呀，张师傅，哎呀，你瞧，这些呀，可相当于你半年的工资啊。只要是我按照您的方子，把这个雪中红给做出来，到那时候，我再给你这么多，怎么样？赵师傅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是有困难吗？哎，我是没本事挣这一笔钱呐。大师傅，哦，我是浩然，他和田不怕两个人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种事，打一开始就把制作雪中红的每道工序分拆开来，交给不同的人负责，和面、包馅、蒸锅，各干各的。最后到了田不怕这里，谁都不知道田不的做法，就是知道了也没用啊，没馅料，而馅料的配方都是在浩然和田不怕的脑子里，除了他俩谁都不知道，明白不？你把他拿走吧，这个东西我用不上，而且他放在这儿真的很碍眼。不怕已经几天没有睡觉，他只有在等待开炉的时候才能在厂房里靠一下。需要帮手，如果再没有人帮他，他会累倒的。你要怎么样才肯进厂房？他们都说你这条腿是因为我而废的，我不能还你一条腿，其他的我可以试试。你要上厂房？是，厂房现在需要帮手，我能帮得上忙。浩然腿上的伤就要好了，再过些日子他就能上工了。您知道他是不会去的，他现在心里过不去，
如果大家一味的劝他，只会适得其反，让他更抗拒。既然浩然是为我受的伤，他该做的事情，就让我来替他完成。大娘，请您答应我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我还是会这么做。我知道你会这么做，那你何必又来问我呢？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认同。我很矛盾，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，你也能做得到，但是我也很担心。我担心你一旦进了厂房，那里就属于你的了。你很能收服人，你爹德智浩然不怕，家里的丫头吓人，你对罗家毫无渊源，可是你能让任豪对你情真意切，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的，这是本事。你不要多心，我这不是说你不好，我很清楚，只要你一走进高家饼铺的厂房，那里的一切就会属于你的了。大娘，我只想成为高家的一份子，为高家尽份心力，我不想成为高家的全部。我相信你，但是坐下说话。你爹走了，明秀有，我只剩下浩然这一个亲人了，所以我一直想为浩然守住一些。高家饼铺虽然不是杜家人所有，但是杜家人为饼铺付出的不比高家少。你爹临走之前把饼铺托付给浩然，就算是一种承诺，所以我不能让浩然一无所有。大娘，我可以承诺，只要浩然康复，我绝不踏进厂房一步。我和您是一样的心思，想为浩然守住厂房，不想让他一无所有。感觉好点吗？你放心吧，厂房那边一切都很正常。他也是太累了，手都伤了。不过明月还是盼望着你早点回去。Thank you.
我来。浩然，这是最近的订单，这生意啊特别好，您看一下。三小姐管理厂房以后，出货稳定，原料节省，里外里都好，营收已经开始有起色。浩然，你快来看看，这是刚出炉的五色饼，快尝尝。啊，这是三小姐做的。你尝尝吧，看看味道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当然，我也出力了。对了，浩然，今天我在厂房做饼的时候，看见三小姐手上听说高家的雪中红产量恢复正常了，生意又红火了起来。杜浩然瘸了一条腿，可没影响他的本事啊。大师傅，我们的雪中红什么时候才能出炉啊？干嘛非要做雪中红啊？我们大海有别的绝活。玉珍，我不会做雪中红。哼，什么？不会呀？哼，也有大师傅不会的呀。宁秀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什么叫不会啊？我们大海啊，是不惜的跟他徒弟去争风头，懂不懂啊？师傅啊，得有师傅的气度。是啊，大海，杜浩然是你的徒弟啊。啊，我只是领他入门，谈不上师徒关系。杜浩然青出于蓝，是我林大海本事不够啊。这个雪中红就那么难做，连学都学不来吗？哼，那是因为林大师傅是真的不会呀。大小姐。我承认，我不行。哎，我们大海又不是万能的，不会做有那么严重吗？不行啊，让你们无伤来做好了。哎呦，大师傅，您千万可别生气。这个雪中红呢，固然是不好做，否则人家高家饼铺啊，早就赚翻了。我就觉得呀，这活儿又费事儿又费力，本人呢有一个又简单又有效的办法。咱们干脆大量的买进雪中红，然后等它坏的时候再进行打折抛售，这样势必会引来一大堆的人抢购。咱不求多，只求十个八个把肚子给吃坏了。到那时候，高价雪中红的口碑那就算完了。他们没了雪中红，拿什么跟我们和美堂争？我们开饼铺比的是手艺，这种下作的做法，就是赢了你也会亏心。那好啊，大师傅，用你高超的手艺做几样比雪中红还要好的产品，您给我看看呢。你，大小姐，大师傅说的对呀。先前要模仿雪中红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极不赞成，但是难以启齿。二少爷，大少爷在世的时候一再吩咐，不管怎么竞争，咱们一定要公平堂堂正正的做生意。尽管我们做不出雪中红，可是我们已经有了好的声誉，又有优质的糕饼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因为我们图的是长久的买卖嘛。哎，看看，还是黄掌柜有见识。浩然卖他的雪中红，咱们就卖桂花糕啊、一品酥什么的，强过他的只有一样。做生意嘛，得图个长远。嗯，对，还是福成说的对。这件事还要再商议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啊，福成啊，亏你牢记大哥的叮嘱，以后都要这样，时时提醒我。是是。
这个黄福成什么意思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替我大哥，是我不能当家做主啊，还是必须得按照大哥的意思去做？就算是大哥已经死了，还得照着他的意思去做。哎呀，你可能多想了，黄福成哪有那心眼啊？他可能是跟任豪太久了，所以习惯性的按照任豪的意思去做。其实我也反对的，难道说我也听任豪的吗？你反对？是，我也反对。但是我的顾虑和黄福成不一样，我是觉得雪中红的价格不低，如果我们要大量囤积的话，需要很多现金。可是我们手头上没有那么多钱，万一不好，就会影响到和美堂的资金周转。这样的话，不仅不能给高家一个打击，反而会给我们自己一个重创。这个黄福成我信不过了，但是我们的面料货源在他手里，你费点心吧。另寻个供货商，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进货的事接过来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大小姐，这次挺对不起您的，也没能给你露脸儿。好了，别再说了，你呀，用点脑子想点新鲜的花样可不可以？林大海的手废了，要是连他都不如的话，也不要在这行混了。是是，大爷，我以后一定用心。哦，听说浩然的伤还没好，现在高家厂房都是由三小姐在管理。我年会让明月管厂房。这个事儿啊是千真万确，而且高家饼铺的生意还因此而好转了。所以想对付他，动作得快。如果等三小姐弄出点什么名堂来的话，到那时候再想扳倒她，那可是难上加难呀。你看，大师傅现在是不会做雪中红，可他终究有一天会把这雪中红做出来的。到那时候，你我二人说话，那罗少爷那肯定会当放屁的。进来，姑妈。还没起来啊？起来了。哎，今天怎么是您送饭呀？凤仪呢？你心里还有凤仪呀？她还没小气啊？这回她是真的伤心了，她决定不再跟你和明月说话了。
要不，你去跟他道个歉，说说好话。浩然，阿峰虽然是下人，你可不能把他当成下人看了。我一直把他当亲人，当长辈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伤害冰月，才是我最伤心的。这正是阿凤伤心的地方。你心疼明月，比心疼他多。你先吃吧，等一下我让下人来收拾，我去给明月找点伤药。哎，姑妈，明月怎么了？烧伤了。没事。明月，明月，二哥，严重吗？伤到哪儿了？没什么，不严重，不要紧的。哎，你又上哪儿去？去厂房啊，快开炉了。不要去，小姐烫到手了，好痛的。别胡说，哎，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说没事啊？啊？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去厂房了。不许去。听二哥的话，不许再进厂房啊！二哥，哪个师傅没被烫伤过？大家不都擦擦药就好了？我可没那么金贵，不要紧的。哎，明月，二哥，厂房现在是高家的命脉，我必须得去。我也去。嗯。哎，等等我。少爷，少爷，该起床了。少爷，叫什么叫？我的脸又花了，不是都已经好了吗？怎么又这么折磨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来，
让我看看，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不痛不痒。那就还照原来的方子服药。小香，之前的方子还在对吧？快去抓药。嗯，不用去了，我不吃药，吃了也没什么用。我要去上班。不许去。叶大夫叮嘱过，你这病不能晒太阳，不能见强光，厂房的温度太高，你又离我那么近，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发病的。都是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，是我疏忽了。以后不要去厂房，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，过一阵子就会没事的。好了又能怎么样？我还是个废人，不能去前台，不能进厂房，不能挑水，不能担担，我还能做什么？高家少爷，高家少爷这几个字儿，能当饭吃吗？二哥，明月，二哥，二哥不想当废人，不想拖累高家。二哥也不想你这么辛苦，更不想小香，不想小香再被人嘲笑，只能伺候一个鬼脸少爷。少爷，小香。身体是不妨碍的，我进去看看。二哥没事儿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造成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厂房里的事儿本来就不是你们该操心的，可我现在是高家的负担了，是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。杜浩然，你站住！你说你是高家的负担，所以你该离开。你把话说清楚，要怎样有用才不会是负担？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，我能做什么？好，不说现在，说你腿没坏的时候，你有什么用？我腿没坏的时候，起码我的手艺还可以帮到高家。谁要你的手艺？不怕比你的手艺差吗？你能够做得到的，不怕做不到吗？你现在就只看到了你自己的痛处，你自以为是的断定，你的腿不行了，所以你的人也不行了。你以为我爹、大娘、二哥、贵叔不怕，还有厂房里的那些师傅们，他们认定的就只有你的手艺，就只有这一样吗？你的手艺真的有你以为的那么重要吗？浩然，其实你比谁都清楚，若论治病手艺的话，不怕能做到的你还不见得能做到。你能拖累谁？除了你自己，你谁也拖累不了。是，你现在
确实是高家饼铺的负担，那就是你不在厂房里，爹把厂房托付给你，是因为你的手艺吗？如果只看手艺的话，不怕不行吗？我不行吗？爹看中的是你的认真，你的执着，你对糕饼制作完美的追求，这些才是绝对无法替代的。